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 Rings 统治。好，这是一个母权皇后的版本咯。以前其实它的前一代呢是国王，然后有两张牌，你要左翻右翻来决定你的事情的发展。那这是它的续作，那这是由公主来继续下去的哦，然后变成皇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怎么玩哦。基本上就是左边跟右边，然后来回答你的问题。太棒啦，太棒啦。好，你会习惯的。我的母亲也是这么过来的。OK， 我好像就是主角嫁给了一个国王，然后我就变成王后了。那她是薇薇安伯爵夫人，叫是妈妈，她是妈妈吗？好，她是伯爵夫人。OK， 那维持宫廷生活的平衡，好呀好呀，没有错，她是有繁体中文的哦。那上面有四个数值。第一个是宗教，第二个是人民，第三个则是军队，第四个则是金钱财富。那每一个只要有一个太低呢，都有可能会出问题哦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的回答下去，看会怎么样呢？好，我家好多哦，好棒哦。他让我决定做出王后第一个决定。好，接下来才是游戏正式开始哦。那我们需要设置宵禁，就是晚上不能出去。晚上不能出去吗？好吧。哦，人民减少好多，但是宗教信仰变高，金钱也变高了。那这边呢？他是富罗林斯大人，毛毛头。别了。哎，军队为什么下降了？好，他是宫廷管家哦。OK， 好哦，军队只下降哎。我的皇后，虽然你受万人敬仰，但你没有担心这么多人爱在，也许造成危险呢？你给我带了什么呢？哦，我刚做了噩梦，梦里说上帝不是真的，我还在发抖，我们是该祈祷一下。可是我们的那个宗教还蛮高的，我觉得可以先等一下。你看我这样有一点平衡，有没有？这应该就是我们正确的玩法吧？不知道，因为这玩不到后面，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事哦。那虔诚能取回教堂那些人，但是我觉得太虔诚会削弱我们的国王，削弱我们的王国啦。OK， 好，你要不要写信给每个贵族家庭，感谢他们的支持呢？好啊。哦，有事情发生了。统治王国五年以上。哦，回答一个问题是过一年，好快哦。我应该用金线还是普通的线缝制你的袍子呢？普通的就好了吧。哦，军队跟人民下好多哦。红衣主教需要你质朴一点，但是光鲜亮丽更讨民心。OK， 好吧，好吧，了解。我们宗教好虔诚哦。接下来呢，邀请两位敌对势力的领主参加晚宴。哇，这下好了，整晚都会是决斗，该怎么办呢？你觉得呢？差不多得了，不然取消晚宴或者什么都不做吧。感觉不能取消吧，乐观点。哇，全部下降，全部身价。哇，刀剑跟红酒齐飞，所有宾客都气坏了。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晚宴啊？好像有点不妙。好，乡民都是头脑简单的异教徒，而且相当迷信，他们觉得红色就是坏兆头。明白了。好，我没有收到你的感谢信，你为什么不写给我呢？我天天谢你啊。哇，我的军队好低哦。军队太低了。虔诚的王后呢，终于为这片土地带来荣耀。教会对你青睐有加，你一定很骄傲吧？感觉不能呸啊，这边是呸。我们上天眷顾我。好的军队，我的军队好低哦，这样是不是会出事？皇室的软弱让这边土地造成难逃的厄运。哇哇什么？哇哇，城市被洗劫一空。你为了换取和平，嫁给了来犯的将军啊？为什么？居然这样？我们军队归零了，所以发生不好的事情。虽然我们很虔诚，但是这样子我们国家是没办法治理的啊。哦，王后驾崩了，好难哦。哎，这很难，要治理一个国家真的很难呢。好，我们就活了11年吧，玛丽尔，青春者，好快哦。那接下来会由第二代皇后一直继续的继任下去哦。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的目标仪式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。那含恨而终怎么办呢？好，
那他旨在加强西方的联系，在心理上可能不会这么受欢迎呢。好，他说你在拜暗中崇拜万物之母，谢神不敬，才没有呢。两个哦，角。虔诚加超多，这真不能乱选呢。乡民认为红色不洁，好的哦，又加了，这样应该很棒。邀请所有的贵族家庭都参加宴会呢，会不会比只邀请有钱的公平一点？好啊。哦，军队减少了。你今天穿红色还是绿色呢？我们穿红色吧。绿色，绿色，绿色才对。绿色是黄色的色调。OK，好啊。OK，了解。我可是国王的好友啊，为什么的作为跟普尔图男爵的夫人挨在一起呢？我来调整一下。人民增加了，但是我们的军队又下降了。打扰你了，我捐给宴会的酒可不能让给约翰素先生。我们可以赶走他吗？啊，为什么赶走他？你多大了？你多大了？好，这样就结束了，问掉他的问题了。你的加冕日快到了，我为你介绍一下加冕仪式吧。军队大增哦。你要向前一步，再向后退两步，轻轻拍手，然后喷洒你迷人的香水。好啦，哇，全减呢？为什么？皇家香水，OK。都是降低的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正式加冕的时候到啦，OK，准备好了，OK。我先，他说先向前一步，再向后两步，然后轻轻拍手。然后喷上药水，怎么喷？怎么喷？这个，有了。你看起来太美啦，你刚刚做的太棒了，我的眼睛火辣辣的，完全被你吸引了。OK，加冕成功了。哦，所以他中间对话其实不能快速的看过去，有用有些会有用那接下来呢？他好想去打猎呀，你不介意我去打个猎吧？去吧。去吧，金钱好少啊！哇，他受伤了，打猎受伤了，怎么会？谁弄的？谁弄的？御用猎手，换来传话了。OK，那你比传人更加迷人呢？哦，是吗？好，国王会没事的，只是他的野心大过能力了。有这么夸人的吗？哈哈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为国王讲话吗？还是哈哈？哈哈，哇！你处理了国王的肌肉拉伤，他立刻又生龙活虎的，真厉害的国王呢！门外有一群狂热的拥戴者要送皇后礼物，只能什么了吗？好，哇哈！那群人争着吻你的戒指，你的尸体被压在厚厚的鲜花山下，啊？这样也会死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很棒的皇后吗？啊？皇后驾崩啦！我们不是很棒吗？我们那四个数值都很棒啊，为什么这样也会驾崩？我们真是死得莫名其妙为什么？不懂，怎么死的？不懂，不懂，为什么？皇权者疯癫的死了，成为极具学术价值的讨论啦。怎么这样呢？那伊斯皇后继位之后，人民不满，情绪高涨，终将爆发反抗。好，教会想要收买我去监视国王，但被我拒绝了。怎么办？我来帮你吧。国王会减少钱哦。怎么办？我们这一次可能对教会不要这么虔诚好了。小心一点。好，那就是你在散播吗？安静，笨蛋。就是你在散播吗？哪一个怎么比较好呢？安静，笨蛋，笨蛋。好，你们都听皇后的话，能出什么乱子呢？为何这么吵？你们都得听皇后的话，能出什么乱子呢？亲亲，亲亲，哇，两个都加了。他毕竟不是神，只有神才能在我们国土上拥有真正的权利啊！哇，有个词叫女神，增加了好多。好，那这跟规制不合，但你要不要接见那一个将军呢？可是国王出猎了，国外出外打猎了，怎么办？感觉是不太好不要好了。哇，全减！No.
哇，你的胸脯都快晃出来了，赶快遮一下吧！怎么了？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衣服怎么了呢？啊，如果让你的子民去看看皇宫怎么样呢？让他们付钱呢？诶，好像可以赚钱哦。哦，赚钱赚钱，好，没有赚钱，人民增加了。财务大臣有事，好，我去见他。好，皇家发行债券呢？好呀，啊，听听国王的意见好了。哎，全减呢？哎，国王听国王的意见反而很废耶。好，觉得我们还是要自己来哦。照料你的马呢，用软的手套抚摸。好，看到没呢？铁手腕让王国更加勇敢，但人们不喜欢无情的统治啊。明白了。好，哇，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，但无法抵挡你的魅力。你是否对我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感觉不太好，不要。再来喽。好，有送你一堆红罂粟，但我不知道是谁送你的。你要这些花吗？不要。阿西。哇，你如此明确，但红色代表着无力和违抗。OK，好。OK，哦，我们的虔诚跟人民好高哦。教会对这土地有整套的规划，怎么办？要合作吗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对我需要一些钱跟军队，好不好？这有点少了。那举办一个舞会吧！我现在有没钱呢？现在还不行，我想要钱，我快穷死了。问你鞍前马后也有不断时候了。跑啊，帮你什么忙？把国王的玉玺借我用用，我的兄弟需要特赦，感觉不行呢，这是违法的，好不好？慢着慢着，那我为我的老母亲祈祷吧。慢着，慢着，他看起来怪怪的。哎呦，维维安夫人抓到喽！一场大火烧了一个著名的马厩，你要给发慰问金吗？我快没钱了，我快没钱了。我们办一免加冕舞会吗？说我是女孩，我都兴奋极啦，没钱了啦，国库没钱。我们想穿漂亮的礼服，手拉手，没钱了啦，怎么办？不行。哇，人民好低哦！哎，他还只叫舞会，这侍女也太烦了吧？好吧，好吧，给你啦。怎么办？他太棒了，皇后殿下，他边唱边跑出去了，然后我就没钱了。怎么办？舞会，你的身边女婿看起来都很棒呢。那我呢？人民又下降了，为什么？好，我要去跳舞了。好，玩得开心。哇，智慧者。征召事迹，哎呦，新卡片月之魔法，有一个莫甘娜邀请我跳一支舞，可以啊，好啊，会不会有事情发生啊？向我走近，是吗？我是丛林夫人派向你介绍万物之母的，这片土地需要这些传统的皇后，有趣，好，那这个维安夫人又来借玉玺了，我觉得他怪怪的，是不是要叫卫兵啊？叫卫兵，为什么？我不是你最爱你的仆人吗？解释解释吧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是遵循红衣主教之令来借的玉玺，要担心他已经有一众的追随者了。哦，教堂即将掀竿而起。OK，果然是红教徒，有怪怪的人，对不对？叫他滚。滚！好，他被驱逐出境了，但是教堂拒绝。好，教堂怪怪的哦，教堂好像不太好。哦，救出一个卖国贼，哇，好厉害，我没死诶，我还活着。我们这代国王很棒哦。你奇交奢靡，花光了国库。我们觉得还是36计走为上策吧。啊，没钱了是不是？怎么办？啊，哇，终于你的野蛮猎犬。现在追赶你进了森林，你连尸体都找不到了。果然没钱还是会死啊！我们活了，诶，万物之母，万物之母，有人小声的跟我们说话。哎呦，这什么？万物之母，你好黑哦，孩子。哦，我是万物之母，是我为这世界带来生机的。哦，你身虽死，但灵魂永存。并将以下任王后的身份出现。哎呦，画面一直怪怪的，这不是
不是游戏当雕，是它特别的设计。万物之母，好，但你必须经过磨练，拿到我的王冠，你就能实现所有的愿望。哎呦，我们要触发了特别的剧情哦。让我先送你一个礼物吧，一本记载你荣耀的书，不过还需要你自己书写啊。哦，好特别的游戏哦。得到一个无字的魔法书，一本神秘的书，完全空白。哇哦，我是多么爱你啊，我的女儿。哇，变成万物之母了吗？高分榜，我们活了17年了，但是还是驾崩了。17年就驾崩是不是有点快啊？伊丽丝敏略者，但是我们这一代皇后呢，感觉做了蛮多事情的，蛮厉害的啊。这个游戏呢，就要当皇后，然后一直继承下去，然后解开这个王国或什么教会相关的谜题。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真的是不知道。像我们刚刚莫名遇到了神秘的万物之母，对不对？蛮神奇的，这个左选右选呢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暂时先玩到这边结束啦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这个游戏呢？如果你喜欢，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可以按下你的喜欢，让我知道哦。这感觉上可以在直播上玩，然后让大家来按价来选择要左还是右，感觉好像会死得很惨，大家应该会乱选吧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边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咯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